请揭牌喽！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嘉义为民雄乡 A 级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启用揭牌，现在已经扩展了20个县市参加示范，这20个县市中有一个 A 级，然后一个 A 级再去带好几个 B 级，再带好几个 C 级，来做示范。在台北万华社区整合服务中心，阿公阿嬷在老师带领下手舞足蹈，另一边的长辈则是一笔一画专心写书法。这名86岁江阿嬷每周都来报到，就像她的第二个家。这里大家都很亲切，那老师也很好，这里工作人员都对我们好像妈妈一样。厨房里不到10点就准备好将近100人的午餐，在 A 级中心除了提供餐饮和居家等服务，还要整合复合式的 B 级和巷弄间的 C 级单位，让长照不会因为地处偏远而中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长辈就在您的家的附近就可以得到一些照顾的资源，譬如说临时的照顾啊，临托或者是共餐。长照2.0示范全台 ABC 级据点同步揭牌，各界期待正式上路后，在地安老不再遥不可及。长照2.0，赞！台新闻蔡玲、徐英豪，台北报道。